喺邊度開始啊？你中意啦，嗱，送俾大家呢首歌，歌名叫做《今生今世》。你去呃啦，我唱。幻变的一生，默默期待一份爱。踏过多少弯，段段情路也失望。我不甘心说别离，寻觅已逝去的传奇，不舍不弃，无惧长夜空虚，风中继续追。风里笑着，风里唱，感激天意碰着你，纵是苦涩都变得美。天也老，任海也老，唯望此爱爱未老，愿意今生约定，他生再拥抱。呢啲真系叫恭喜诗用。我哋唔好理佢哋。手静静燃亮这份爱，是你的声音夜夜陪伴我的梦，交出真心真的你，无尽每日每天想你，今生今世宁愿名利抛开，潇洒跟你飞。风里笑着，风里唱，感激天意碰着你，纵是苦涩都变得美。天也老，任海也老，唯望此爱爱未老，愿意今生约定，他生再拥抱。风里笑着，风里唱，感激天意碰着你，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好。天也老，任海也老，唯望此爱爱未老，愿意今生约定，他生再拥抱。愿意今生约定，他生。再拥抱。繼續好嗎？愛上了，看見你，如何不懂謙卑，去講心中理想，不會俗氣，猶如看得見神氣，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。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，也许一生太短，
陪着你，情感有若行李，仍然沉重待我整理。天气不似预期，但要走总要飞，道别不可再等你。不管有没有机，给我体贴入微，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，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。当世事再没完美，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。多谢。再见了，背向你，回头多少伤悲，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。何时放松我自己，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？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，这天只想带走，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，但会否疲倦了嬉戏？似预期，但要走总要飞，道别不可再等你。不管有没有机，给我体贴入微，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，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。当世事再没完美，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。冇老分 BB 真係唔成事嘅嘢演唱會，不過係嗰度係大家係嚟睇佢嘅成數，我諗有大概係七成。我見到你都暈暈地啦，分分鐘唱錯歌詞噶嘛會。冇所謂嘅，歌詞嘅嘢好虛無。
不過其實今日我嘅重點係想問下大寶 Lulu， 今晚四點鐘呢一場波，你有咩心水？打和啦！你只要一講咗嗰個，我就會買對家。係就係咁嘅人啊！今日咧，我哋就要玩一個遊戲，好簡單，好簡單呢個遊戲。嗱，台上邊有四位高登嘅女神，加埋台下邊，我見到有劉心柔喺度㗎，頭先。哇！嗱，今日真係要賣大包啦！劉心柔又喺嗰度啦，你閉下劉心柔，等你喺度鵝要健康，鵝要消脂啊！你閉下你今次，係啦，個遊戲點玩嘅呢？就係女神一定係配宅男嘅，咁咧我而家就想請一個宅男上嚟，同我哋高登女神一起玩遊戲。我揀啊？邊個揀啊？今日一定係老芬 BB 揀嘅。我揀。我交俾你啊，老芬 BB。我揀啊，真係求其揾見咯喎，係嘛？你喜歡啊？俾我睇下邊個靚仔先。咦，真係唔知邊個喎？揀唔到啊？揀唔到啊？揀唔到啊？你揾下靚女揀，你揾靚女揀啦。咁我幫你揀噶咯。梗係啦。睇下邊個似宅男先？女仔就唔好舉手住啦。女仔一間先。呢度有一個好有信心嘅宅男啊，大家覺得？好有信心。呢個黑色衫，呢個第四行。啊！真係唔係做馬㗎，講明我係真係唔識。喂，係喎，佢真係好酷喎，酷唔酷啊？睇嚟酷過你喎，酷魔啊！啊，酷魔靚仔上嚟，好唔好望啦？係你啦，係你啦，我等你好耐啦。嘿，邊個嗌我？嗨，嗌聲我好唔好？係，耶！咁我先開心啊嘛。Emmett， 多謝。Emmett。咁你平時中意做啲咩咁嘅？做運動。做運動。嚇！你中意做運動？嗱，依個遊戲點玩咧？好簡單嘅啫。宅男，宅男，梗係要宅色啦，係咪？台上邊有兩粒。做咩啫？台上邊有兩粒色。嗱，首先咧，你就宅一個依粒先。依粒咧就係代表你會同啲女神咧做咩動作嘅。係啦，好簡單。你好好地宅啦嚇。大家看不到呢個咩動作？看唔到係嘛？嗱，我整俾大家睇下。就係咁樣咩？係咪好疑惑啊？係咪好疑惑呢個咩動作？我都諗咗好耐。不過導演話俾我聽咧，原來呢個係一個咩嘅動作嚟嘅。咁你我同你今日好襯啊嚇！你諗過嚇？摘我啊，記得。嗱，呢度有粒色啊，咁又有老芬 BB。如果你摘到橋色，就係心柔 BB 嚟㗎啦。不過冇乜可能調色啊，係咪啊？放心。嗱，你唔好揀啊！我話你聽。哇！呢位先生藏有攻擊性。揸住揸住！即刻揸！你都有今日啦！你都有今日啦！你擲落啲女士嗰度。我話你聽啊，幾多人恨同我咩啊？係咪啊？佢頭先諗。你有得咩咪有運啦你。咪就我都話你今日同我有緣啦，大家都黑掹掹。好嗱，就喺。喺邊度？圍住依一個 square 咩一個圈，阿老芬孭住佢，啊笑啫，梗係你孭老芬，你中意做運動噶嘛？啱啊！得唔得咧？你有冇聽過一個醫學嘅名詞叫做粉碎性骨折啊？即場示範。即場示範下先，好啦，好準備啦喎，有掌聲。掌聲！我以為要表演英槍貫喉添。好，準備上，翻身，哇！啊，你又話自己中意做運動點㗎，大佬？繼續，嗱，即係唔好咁咩啊？行三步算啦，行三步算啦。慢慢。呢啲外強中乾嘅後生仔，好，準備一、二、三，上。哇，唔得，腳都軟埋喎，腳都啊，算啦，調轉，調轉，老分咩佢啦？上。一、二、三，哇！你睇下，你睇下，女中嘅豪傑拍過女子監獄係唔同啲噶。好嘢！好嘢！今日嘅獎品咧，真係一定要將佢瓜分成兩份。仲想要佢？係我哋都四個人分埋佢啦，嗬！分姐好識做，五個人都應該有份。好多謝。首先有啲咩獎品咧？不如講一講啦。好啊。
嗱，因為頭先我又見到阿心柔 B B 喺度，咁不如我哋送啲日日補充日日健康嘅 F and H 營養補充品俾你，好唔好？你真係要補一補啦。咁其次見你其實都幾孱嘅，不如再整啲喬亞歐爾咖啡俾你飲下，好唔好？咁同埋就嚟中秋節啦嘛，見你頭先好似同啲朋友一齊嚟喎，不如送啲美心冰皮 mini four 一啖一個俾你，好唔好？好，好，全部都有份今日，好唔好？好，好，多謝曬 ，thank you， 多謝。送翻你落去先，嗱，呢位先生就會帶你去攞禮物噶啦。多謝四位今日嘅嚟臨。嗯，好，多謝。嗌多我聲好唔好啊？好，嗌埋黐靚好唔好啊？黐靚，開沙場好唔好啊？多謝四位義氣的仔女，多謝你們，好，拜拜，我們有機會再玩過，拜拜，多謝曬，好，拜拜，我送你們下去，這邊，thank you，這邊，是不是很不捨得呢？老闆，你想哭這樣子，做什麼出來？我不捨得你咯，你知道我為了你暈暈地的，多謝你啊，真的，喂，叫聲我吧，我走了，嗯，差不多了，多謝，多謝你，拜拜，多謝老闆。你好啊，咪仔，你是一个我很欣赏的香港的新一代的歌手。歌手啊，多谢你。你是歌手来的，是不是？歌手，多谢歌手。一个 rapper。说唱歌手。说唱歌手，又填词又叻，多谢你这几晚都来陪我。哎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多谢你请我上来玩，一起玩，好开心。多谢你。咁啊，其实我哋不如又同观众玩一阵，好唔好？绝对要啦，绝对要啦。吓，咁其实咧，你识唔识打牌嘅咧？識少少，但係唔係好叻。咁就啱啦。咁我哋就不如揾多一位你認為係打牌好叻嘅朋友，同我哋一齊玩個遊戲嚟，好嘛？好，冇問題。你中意揀邊邊咧？揀邊邊啦！頭先我唱你哋唔玩咁大聲，而家你要我揀你？邊邊大聲啲，佢就去邊邊㗎啦。呢邊係咪有冇好大聲啊？你幫我睇下喎，我睇唔到有啲咩人勁喎，太多人嗌啊！而家你咪要揀到紅館罰款，你先至揀到啊！而家喂，快啲，快啲，睇下邊個，邊個？我俾多十秒鐘時間你，十秒鐘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。哎，我見到呢、這個，呢個四眼嘅靚仔，梗係啦，唔係即係多數咧，香港學生咧唔中意舉手咧，啲 miss 就會抽嗰、那個。就呢度啦，不如。事不宜遲啦！事不宜遲，先生你好，貴姓啊？李，李先生你好啊！李生你好，識唔識打麻雀噶？唔識，咁就啱啦。嗱，呢度有四位姐姐，係，你中意邊兩位咧？你可唔可以揀兩個啊？佢哋叫做三萬、一萬、七萬同埋九萬。一萬。一萬，一萬同三萬。嗱，問題嚟啦，好簡單，一萬加埋三萬係幾多？四萬。四萬，哇！你咪識打麻雀咯？你話自己唔識，點解你咁謙虛一個人？咁就好啦，咁就好啦，咁就好啦，我哋嘅禮物已經送出咗啦，就係呢個 Citibank 信用卡送俾你嘅5000元，咁希望你哇，係啊，一加三啫喎，係啊，嚟年咧，嚟年跟住開學嘅時候咧，即係買啲書簿費啊，咁啊幫補下，幫補下，記住打麻雀冇前途嘅，知唔知啊？讀書啊，讀書啊，讀叻啲 ，OK， 多謝你，李生，一睇就一表人才啊，李生呢邊，李生，小心呢邊，我哋行呢邊，李生，點啊？多謝你，我哋嘅任務終於完成。多謝你啊 ，Chief。多謝你 ，Master Mike。打俾你多啲掌聲 ，Master Mike。有一樣嘢，我真係好想喺紅館嗰度做。我斷估都冇歌手喺紅館開演唱會做以下依樣嘢啦，啩。冇錯。我要同大家讲一个鬼故件事是这样的，我记得当日是6月19日晚，那就是西班牙大战智利啦，以为我又会讲错你智利，是不是？冇，是西班牙大战智利。当晚呢，我记得呢，西班牙差不多完场的时候他都翻云覆雪了，而我亦都臨近崩潰嘅狀態嘅時候，我屋企嗰只狗啊，阿金啊，佢突然間咧向住我背後係咁喺度吠。咁我話：喂，阿金，哎，咁夜唔好吠啦，咁啊踢咗佢一腳，咁啊走咗啦。咁但係我又好好奇，點解佢會對住我後邊咁吠嘅咧？咁我就轉身向後一望，
我見到一啲好得意嘅嘢，就係我仔居然夜媽媽都未瞓 ，Morton 咁夜都未瞓，佢居然仲眼定定喺我後面望實我。咁我就問一問啊 ，Morton 啊先生，你咁夜喺度做乜嘢咧？佢居然話：個電視咁嘈，點瞓啊？個電視嘈，咁我咪熄咗佢咯，大佬，唔使咁惡嘅。咁我熄咗個電視之後咧，就走入廚房嗰度喳喳淋斟杯水，諗住斟完杯水又翻入房瞓啦。點知我喺廚房嗰度一出嚟，我就見到一件好恐怖嘅事，我居然見到 Morton 佢眼定定咁望住部電視，但係部電視係熄咗噶嚇。但係最奇怪一點唔係依一樣嘢。最奇怪一點咧，佢並唔係坐喺張梳化度睇電視，佢係呈現一個倒立嘅狀態。我當其時咧就嚇到真係手都震埋，水杯都爭啲跌噶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就故作鎮定咁笑笑口問佢 ：Morton 生，其實你係喺度做緊啲乜嘢咧？咁點知佢就話啦：我瞓唔翻啦，爹哋。最衰係你吵醒我。哦，咁都好啲。原來佢只不過係瞓唔翻，所以倒立啫。咁我就同佢講：咁啊 ，Morton， 你倒立還倒立啊，唔好倒咁耐啊，倒得耐會流鼻血噶嚇。咁我就斯斯然就翻返入房啦。點知當我正打開嗰道房門嘅時候咧，呢道門係有啲問題㗎。咁我就聽到出邊有少少聲喎。他究竟在那裡什麼鬼東西呢？ Morton 你什麼？咦，爹地，為什麼有個姐姐在電視上的？部電視熄了了。Morton， 你出來看看，有一個姐姐很漂亮。奇怪了，當時正值夜深，我家空無一人，電視也都熄了，我老婆又不在香港，怎會有人在個廳度仲係一個靚女咧？我唔相信佢所講嘅説話，我就向前繼續一步一步咁行去個廳度。點知我一出到個廳度，我一望，咩事都冇發生。啊！我喺度心諗，你個衰仔係咪喺度玩我咧？點知佢話：爹哋，你要好似我咁樣倒轉睇先可以睇到噶。好似你咁樣倒轉睇，先至睇到嗰個姐姐。我雖然係靚仔啫，但我唔係傻噶嘛，係咪？但係基於我係一個爸爸嘅關係，我唯有照住佢嘅説話咁樣做。我即管試下倒轉睇嗰個情況會係點樣。但我一倒的時候 ，Morton 居然話：哈，爹哋，你咁傻嘅，咁都信啊 ？Good night。但我當其時俾唔到反應佢，因為爹哋真係見到一個姐姐上咗嚟。原來喺度睇你啲肌肉仲大嚿啊！小姐，你去到咁高，不如有咩事落翻嚟先講。你想我下來都得，除非你答應我一件事。什麼事啊？我想罵你唱支歌。如果我說我不想了。你不想？我用了680元進來看你，你說不想。好啊，你不想嘛，我就整世黏住你。其實我呢個演唱會咧，就好多朋友都好關注一下嘅，尤其是有喺微博上邊哦。咁喺微博咧，我時常都會睇好多嘅post 嘅，即係一啲回覆啊、一啲關注啊咁樣。啊，咁其中有一個微博嘅用戶咧係幾有趣嘅，佢時常都會私信俾阿袁詠儀咧，就話今日會嚟睇我嘅演唱會啊，咁咧。其實佢又好似有少少好特別嘅嘢，好想做。聽說是從
内地来的，就是那个是在那边吗？光一点，光一点，对，可以光一点吗？对，那个玲玲，那个黑衣服的那个，今天他好像准备了一个花，送给他旁边那个女生，好像有一些事情他想做的，好似佢有啲嘢想做喎。你想做什么呢，先生？是这样。喂喂，哎，听到了，是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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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张智霖。你好，我是来自沈阳的赵旭。你好，嗯，你有没有什么要说跟你的女朋友说呢？是这样，我女朋友已经喜欢您18年了。谢谢。她一直想找一个像张智霖这样的一个男人。你比我好多呢。但是我呢，还是想成为他心中的那个张智霖。我会用我的一辈子去对他好，然后让他过得幸福，永远成为我的唯一的媳妇儿，我的老婆。那你有什么表示呢？那个，在这里我也准备了一颗钻戒。哇，我的天哪！张艺昕，我在这里请求您，也是在张智霖和袁咏仪先生面前，在全体的观众面前，请求您成为我的媳妇。哇，哈哈，你愿意吗？愿意。你愿意？好了，哇，我哋咁多人一齐见证呢件事，我自己毛管都冻埋添。恭喜你啊！谢谢你，希望你们永远、永远的幸福下去。真的，其实我觉得，婚姻不是就是从求婚的那一刻开始，是要长长久久的。你要好好的对你的老婆，知道吗 ？OK， 送一首歌给你吧，是我们香港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分分钟需要你》。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两人住，活到1000岁，到一般心醉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，共你双双对，好得戚好得意，地冧天崩当闲事，就算翻风雨，只需睇到你，似见阳光千万里，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，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全是阳光空气，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，佢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恭喜你。